净空法师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我说佛爷什么话啊？我跟他很熟。他说我们在背后啊，哎，都在批评你。佛法确确实实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我自己的问题很多，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啊，所以这命啊，命是真的，你读《了凡四训》，你看了凡先生被孔先生所算的，啊，20年，丝毫不差。你每年的收入，你每年考试的名次，你每年的时候的地位的升的等级，命里全给你注定了。所以袁了凡先生呢，他日常生活难，他什么都不想。跟云谷禅师在禅堂坐了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啊，这种人很少。云谷禅师很惊讶了，啊，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这相当的功夫啊！就问他，你怎么修的？他就说出来，他很老实，说我没有功夫，我命给人算定了。起念头没用，不如就算了，不起念头了。云谷禅师笑话他，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凡夫。啊，他怎么说呢？啊，这给他解释。啊，这是一个人真正懂得命运，不打妄想。啊，你相信命运呢？你看云谷禅师就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你命运从哪里？过去生中造的啊。这个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啊，老人呢，他大我39岁，我那一年26岁，他老人家65岁啊，他看的人多了啊。我这个人除了有一点小聪明之外，命里头没有财富，没有地位，就贫贱，要教化之命啊。啊，还有一点善根，就难得这一点啊，懂得尊师重道，孝顺父母。啊，寿命只有45岁，我都相信。啊，所以他帮助我，叫我修，修三样东西：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叫我这个，这是改造命运。这财布施没有钱呐，每个月自己这一点工资的时候，你生活都就相当困难了，哪有钱布施呢？他问我说：“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还可以，一块钱可不可以？一块钱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就布施。首先要有布施的意愿，有这个念头。啊，以后常常到寺庙。啊，去借经书看，不是搞别的，寺庙有经书，这外头买不到。啊，看到寺庙人印经书，啊，拿个小本子来募捐，那我们出5毛1块都行。啊，我们从这做起啊，放生。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就是放生印经。啊，真的是越施越多，一点都不假了。啊，以后跟李老师
学经教，这除了讲经，讲经是属于法布施。大概我讲了12年，有一次遇到甘珠和夫，啊，这人都不在了，啊，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在藏传他地位也很高，啊，有一次他告诉我，哎，这净空法师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我说佛爷什么话？啊，我跟他很熟。他说我们在背后啊，哎，都在批评你。我批评我什么？他说你人啊，很聪明，也是个好人，很可惜啊，你的命很苦啊，短命啊。哦，我说这些，当面可以说。我知道很清楚啊，我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他说你这几年讲经功德很大，你的命运都转变了。我说是真的吗？真的。他说你寿命很长，佛报很大。我也没有求佛报，我也没有求寿命，真的。他跟我说这些话，第二年他就往生了。啊，我没想到他往生那么快。啊，所以遇到佛法了，命运才有个很大的转变。啊，每一次的挫折就是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啊，跟在我身边的同学都亲眼看到啊。啊，我们学佛只有一个使命，希望释迦牟尼佛的正法久住啊。效法释迦牟尼佛，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那就是靠教学啊，个人的苦难，社会的灾难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众生迷惑颠倒，造作不善业所感得来的。啊，如何能够帮助这些众生，帮助这些社会化解灾难，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办法，讲经教学。啊，所以讲经教学的人越多，受教的人越多，觉悟的人越多，社会上许多问题都解决了。啊，所谓的自然灾害呀，也逐渐化解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无相者，一相之中啊，具一切相，而一相不留。具一切之相而无一相。故曰无相，这个意思就深了。啊，一相之中是不是具一切相呢？真的。我们在这个注解上读过，念公老师在第296页给我们说，一毛一尘的微点，微点是什么样子？在338页里面讲微尘，
引用到近代科学家发现的量子，一个量子啊，这个一个电子等于100亿个量子，也就是100亿个量子聚在一个一起，就是一个电子。这科学家发现，但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家没发现。这一项就是这极小的啊，一个电子的1/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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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居一切之相。一切是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性相离识因果，在这一点里头全部具足。这个是科学从来没说过，只有大乘经里面说过。这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为什么？大是自信，小还是自信？自信没有大小，自信没有真妄，自信没有觉明，所有一切相对在自信里都全不存在。所以说二一相不留，居一切之相而无一相，这叫无相。这个意思讲得深了。那么最小的这个粒子啊，现在讲量子，它里面居住大千世界，那个大千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大千世界，重重无尽。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一点都没错。虽然重重无尽，它没有一相，这叫无相啊。非是无色无形啊。科学家能发现，肯定是有色有形。如果无色无形，他看不到。这些形色都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这一点科学家知道了。但是这么小的物质里头，包含整个宇宙，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从近代这个科技发现的这个电晶体啊，小小的一块晶片啊，像这个小指甲这么一点点大啊，里面居然能够容纳一部大藏经，不可思议。我们觉得这是科学里头就奇怪了，殊不知佛告诉我们，那个小小到什么程度，一个电子的1/100,000,000,000，它里面容纳的这个信息是遍法界虚空界
所有信息一样都不漏，全都在里面。科学家没发现。如果这个话让科学家听听，科学家会点头，他不会反对，他会说有这个可能啊，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还不够，还没达到这个境界啊，非常有可能。啊，这么小的一个微点，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无法形容。啊，绝对不是像现在电磁波啊，这个阳光这个速度能够跟它相比。啊，光的速度知道，现在知道速度是最快的。啊，一秒钟30万公里。啊，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自信里面这个波动的速度，无论是思想波或者是我们物质的波，我们肉体是物质啊，物质的存在都是属于波动，它不动了肉就没有了。真的就像我们看电影荧幕上的画面，它不动了马上就没有。啊，都是快速度的在移动，让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贤首过思还原观上告诉我们，无论是思想波或者物质的波动，它的速度是遍法界虚空界，周边法界，才动就周边法界。为什么？法界跟微点是一体。所以，这一动啊，全体都知道了。啊，好比我们身体，这身是一体。无论在身体哪个部位，有一点疼痛，全身都知道。啊，都晓得这个痛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是一体？啊，我们一个人跟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好像是一个人呢，我们是这个人身上的一点。关系太密切了啊，无论是正报无论是异报，贤首大师讲三种周边，第一个是速度，周边法界啊，第二个是变化，就是影响变化，畜生无尽。第三句是讲心量，含容空有。
被太空讲，太虚空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融空就是心包太虚。啊，量，量里面能包含，量大了。啊，量周法界。中国古谚语有所谓，量大佛大。那谁的佛最大了？佛的佛大。为什么？佛的量太大了，什么都能包容啊。啊，量小的人不能包容，所以他的佛就小。你要看一个人，佛报有多大，你看他的量有多大，真的量大佛大了。啊，无论是物质现象，无论是精神现象，从量上讲都是无有极限的，没有不能够包容。啊，这叫无相。所以底下加一句，非是无色无性也。啊，这个意思讲的深，它确实是事实的真相，无复无徒。世间以无明烦恼为父，这是比喻，父是神速把我们捆绑起来了，不自由了，是这个意思啊，不自在了，不自由了。比如什么呢？比如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三大类烦恼。啊，这被捆绑了。而以断惑显真为徒。啊，你看看。断见思烦恼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叫解脱啊。啊，解是解开，就是把绳索解开。比喻你从烦恼里面脱出了，啊，脱离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你就脱离十法界了。啊，那就是法身菩萨，住十宝庄严土。在十宝庄严土里面，无明烦恼的习气断干净了。你就脱离十宝图，十宝图也不是究竟的，你回归到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自性，就是法性。啊，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把你本来面目找到了。这是真正无上真的真觉。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如来。啊，究竟的佛果是谁呀？是你自己本人。
是世尊常常跟我们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你圆圆满满成佛了。这一桩事情，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算是真正有把握了。啊，真正得到保证，你一生成就。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保证的。啊，成就肯定是成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又不能不知道。啊，真正知道了，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不再迷惑了，肯定你下定决心，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啊，那我们就真正找到了解脱的门道了。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古人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这一天遇到了。我们再看下面，而谓之无明与法性，本为一体。法性如水，无明无边啊。现象虽殊啊，就其本体。这无名之冰，具体是法性之水。这个比喻也比喻得好。无名是迷呀，法性是觉，觉迷是一不是二了。啊，迷是迷与法性。觉呢是觉与发现，即都是发现啊，所以迷悟不二。这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啊，啊，所以。真的说转迷为悟，转凡为圣啊，觉迷是一，凡圣也是一大乘教叫做入无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意思就是你完全证得了，你通达明了了，两边都放下了啊，两边就是迷悟两边呢，迷放下了，悟也放下了，迷放下了，哪来的悟啊？好像有个人生病了要吃药，病好了药也不要了，这就是般若经上佛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非法是迷呀、啊。法是帮助你觉悟的。你真正觉悟了，法就不要了。啊，金刚身上比喻，你过火要坐船呢、啊。船是你过火的工具，那就是法了。你要用这个船渡过去。渡到彼岸了，踏到彼岸了，船也不要了。你要那干什么？没用了。啊，把船比作佛法。没觉悟的时候要它，要依靠它。到彼岸了，不要它了。这是教导我们法不可以贪念，贪念了麻烦大了。啊，佛是教我们断贪心的，不是教我们换对象的。好，世间法不贪了，就贪佛法，那换个对象嘛。你的迷惑，你的烦恼没断嘛？啊，佛是叫你断疑惑、断迷惑、断烦恼，不是叫你换对象的。其实对象是空的，对象是假的，对象根本就不可得。啊，你要换它干什么？不要在境界上去操心，外头没事。啊，用现在呢？用现在内心，所以佛家叫内学。啊，正果叫内证，意思就告诉你，与外头境界毫不相关。不要受外面境界影响，你就是佛菩萨。会被外面境界影响，你是凡夫。啊，外面境界，和你自己意识了，就生欢喜心。违背自己意思生成慧心，错了，你被外面境界影响了。啊，你能够不被外面境界影响，你能够影响外面境界，那叫什么？那叫境随心转。啊，外面境界受你的影响，你主宰了一切，这个主宰就是我的意思。啊，真我找到了。啊，我们现在可怜呢，是外面主宰了我们内心，太苦了，这叫迷惑颠倒。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心能够主宰外面的宇宙，你就叫佛，就叫菩萨。啊，境随心转，这是有道理的，有理论做依据的。我们被外面境界所转，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迷惑颠倒啊，是反常的事情啊。玄义里头这个比喻，无名与法性是一体。转无名就见法性了。啊，如冰是水，如水是冰啊。啊，冰水一如啊，所以没有负也没有透。我们读到大魔祖师当年到中国来，那个境界太高啊，
没有人能够明了。他在少林寺面壁9年呢，遇到一个慧普，慧可对他非常仰慕，心里有个问题不能解决。冬天下雪大魔祖师在房间里面入定，他在门口等着雪下得很久了，膝盖都被淹没了。大魔祖师没理会他。在这个状况之下，他拿他的戒刀，把他的左臂用刀砍下来，拿这个手臂去供养大魔祖师。没有东西供养，手臂切断，砍断手供养祖师。祖师看着讲：“你何苦来啊？你为什么？”他就说了，我为是求老法师替我安心，心不安了。大魔祖师就手撑出来，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这一句话点醒他，在找心啊，那现在哪里啊？找不到啊，找了半天，回答大魔祖师，告诉他：“我密心了不可得，心在哪里啊？这找不到心啊。”大魔祖师回答一句话：“欲如安心静，我把你的心安好了。”他在这里一下子到彻悟这一悟就明心见性，统统放下了。两边都放下了慧可大师的开悟就这几句话，你看一问一答一答我们也这个故事看到了听到了，你来问我要去大魔祖师打你，看看你会不会开悟。你不会，为什么你不会？你没有他那样的真诚恳切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你现在为什么不开悟？你没问题吗？你怎么开悟呢所以宗门说，大疑在大悟，小疑在小悟，不疑你就不会开悟我们今天不怀疑，对法心不怀疑，对无明也不怀疑，那就没悟处了佛经里面像这一类故事很多很多确确实实你说你有烦恼，你把烦恼拿来你要回头去找烦恼，烦恼了不可得那换一句话说，这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错觉我们讲是一个错误观念所造成。如何把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用不住，错误观念放下就是。你找个方法去把它纠正，那个方法就又是一个烦恼，又是一个麻烦，永远解不开呀！为什么呢？你所有一切想象，通是虚妄的，虚妄
不能化解虚妄，真实一出现，虚妄就不见了。那真实怎么出现？放下虚妄，真实就出现了。关键还是放下了。慧可总以为自己心不安呢，生烦恼啊。大摩祖师这一招是：你把你那个，想着你这个心不安的这个念头放下，就没事了。古德说得好啊，只要除妄念，别求真呢。我忘的放下真的在哪里？还是个妄念。真跟妄是一，不是二。放下念头，妄就变成真。原来妄是真。没放下来的时候，哎呀，原来真是妄。不起心，不动念，真就现前了，真如就现前了，真心就现前了，真性就现前了。啊，起心动念不见了，为什么呢？真心变成了起心动念，真心变成了见思烦恼。这是原理，你把原理参透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什么是真？一念不生是真。那一念不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妄想习气太重，自自然然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往外冒，啊，就像泉水一样，不断从地上涌出来。这是六道十法界众生的病根呢。啊，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随他去吧，别理会他。这就是放下。啊，放久了。禅定出现了，你就定下来了。定久了，就大彻大悟啊，自信里面的光明就透出来了。念佛人的方法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最巧妙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妄，也不是真，阿弥陀佛就是自信，阿弥陀佛就是真心，阿弥陀佛就是真如，妙不可言的。对待这一句阿弥陀佛，绝对没有怀疑，绝对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哎，时时刻刻提得起，没事就念阿弥陀佛，别是大妄想啊！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取代你所有的念头，这叫念佛人。这叫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后面这两句是说它的效果啊。必定见佛，你就成佛了。你不成佛，你见不到佛。啊，见佛就是成佛，成佛就是见佛。啊，所以无复无脱。
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啊，无住分别。啊，无住分别就是不二，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如，啊，如这个意思。法界离体，不二平等呐，故曰如。变法界虚空界，一个离。离体就是法性，就是自性。啊，诸法皆如，故曰如如。啊，诸法是讲一切现象，一切现象不离自体，自体是如啊。那现象，现象也能不如呢？它不如，它怎么能现象啊？啊，所以诸法皆如。觉悟的人晓得啊，什么是自性？一切法无一不是自性，所以叫如如啊。大乘一章曰：彼此皆如，此是自己。除自己之外都叫彼，变法界虚空界，上面从诸佛如来，下面到阿鼻地狱，跟我一体，一个自信的啊，所以说介入。啊，相如其性，性如其相。古人对于这桩事情，这是经上常常用的，用精跟精气来做比喻，把黄金比喻作自信，黄金所做的这个器皿比喻作法相。啊，黄金是体，做出器皿是相，全是以黄金做的，做手镯，做项链，啊，做一切装饰品。我们参观过，啊，是在我在台湾看到的。听说现在他在杭州啊，工厂搬到杭州去了，他做首饰啊，假首饰，镀金的。我感觉的比真的首饰还好看，价钱很便宜，丢掉不会心痛，所以他的销售量非常可观。啊，我说人人都喜欢，丢掉不痛心。啊，很便宜。啊，真金镀的，这镀金。啊，他的展览室我去参观，大概有将近20000种不同花样的，他摆出来就琳琅满目啊。啊，那一天陪我去的有十几个人，我们走到的展览室，我告诉大家，你们大家看看，这经上讲的，一金做器，器器皆金，那你不就看到了吗？啊，黄金在哪里？随便拎一个都是黄金。一个体验，你所看到的这一20000种不同的花样东西。一个字就包括了黄金，
全是黄金，把黄金代表自信，把这些器皿带做法相，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啊，法性如，法相也如，诸法皆如啊，这叫如如啊。啊，这个境界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给你说你就很容易懂，很容易体会。啊，念明心见性，性在哪里？性相就是性，相是性变的嘛。啊，性是相之体，相是体之相啊，它是一不是二啊。啊，相如果要灭掉了。那性不就是灭掉了？所以相不能灭，相可以改变，它不会灭的。啊，譬如这个黄金造成的佛像，哦，你一看到你会礼拜它，啊，你会对它顶礼三拜，会很恭敬它。啊，那如果把这个佛像重新把它铸成一个小猫小狗。你看他很可爱，那其实呢，那是佛像变的。哎，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同一个法性，性没有变的，相在变化了，相是随着人的念头在变化。啊，所以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啊，大乘一章上讲的这个话好，彼此皆如，故曰如如啊。如非虚妄，故佛经中也名真如。啊，真如在哪里？自性是真如，法相呢？法相是真如，因为法相的体就是自性。啊，明心见性，他就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今天学的经教也懂得了，有没有见性？好像是见性，实际呢？实际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没放下，你放下就真见性。没放下，你听说是这样的，不是自己境界。如果你听到这个地方马上就放下，那恭喜你，你真的化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法智难行矣，啊，行是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在一念之间，啊，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错误啊。你能把这个放下的时候，你就成佛了。地位最低的，也是《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啊，超越十法界了，啊，地位高的。可以直接证得妙觉果位，啊，我们今天听说为什么放不下？张家大师讲的，你没听懂，所以你放不下。如果要听懂了，你放下之快，任何人都没办法拦住你。你直接成佛去了，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肯定是这个做法。那现在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迷了，
没在六道里啊。六道里面舍身受身什么原因？还是感应。我们跟父母有缘呢，没有缘就没有感应，有缘就有感应。那佛说的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过去不知道是哪一生，跟你有这四种缘来了，来报恩的孝子先生呐。啊，你不必要求他，自然就消失。为什么？过去你对他好吗？啊，这一生来报答。这个小孩很好教，很听话，啊，很孝顺。啊，如果是抱怨的，这小孩也非常玲珑、聪明、可爱。哎，就是不听话，常常违背你。你要以厚恩待他，他的怨会化解一些。啊，如果你要对他很凶，啊，不知道好好的教他，那麻烦就很大。但他记恨在心呐，本来就有怨恨，啊，现在对他不好的时候，他更怨恨你，会搞得你家破人亡。啊，他是来抱怨的。啊，你欠他的财产，你将来赚的再多，全是他的。他对你的照顾，啊，物质生活可能给你很简单，很少，能活得下去就行了。啊，你能吃得饱，穿得暖，给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够了。没有恭敬心。啊，这是什么？来讨债的。啊，是讨债鬼呀。如果欠债欠的不太多，啊，3岁5岁他就走了。夭折了，那么那是讨的讨满了，欠的太多的呢，培养他到大学毕业，博士学位拿到了，走了，他没赚钱要回来，还他了，他走了，啊，还债的，啊，他来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是还债的。啊，他能养活你。如果欠的多，他对你的生活照顾非常周到。啊，没有孝顺心，没有恭敬心。如果欠的少的，啊，他给你的照顾就跟家里下人一样。我们见过啊。啊，儿子做大官了，有地位也。啊，父母不住在一起，住在另外一个小屋子里。啊，有一个佣人照顾他，生活非常简单。啊，跟对待自己家人一样，一个月给他多少钱生活费？很苦啊，所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就这么四种关系。啊，父子是这种关系，兄弟姐妹也是这关系，亲戚朋友还是这关系。啊，懂得这个道理，这是六道里头的缘呐，六道里面的感跟应呐。真正搞明白了，要以真诚心、爱心、
厚待别人，你厚待人呢，就是厚待自己啊，一点都不吃亏啊。你能够舍己为人呢，或是今生来世就有人他舍身为你啊，果报嘛。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心里就警觉啊，我起的什么心，说的什么话，怎么对待别人，知道将来人家怎么对待我，丝毫都不差了。真正学佛了不一样，学佛呢借照 佛法的威神加持，自己认真修学，把这个报恩报怨呢统统改变了，改变什么？同修伴侣，我们都是同修，把以前那个事情都化解了，告一段落化解了一心一意在一起，同心同德修行。那目的呢？目的是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弥陀佛，弥陀佛。